在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展望未来至关重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一体化未来，那时候全球医疗可及性已成为现实。在未来，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突破与发展被广泛用于改善疾病治疗，新药与新兴技术以及满足实际需求和改善健康状况的综合体验人人可得。你可能会想知道通往那里的途径是什么，有哪些障碍需要克服，需要应对哪些挑战，而这些需要有远见。所谓远见，是一个调查科技发展和健康相关技术发展的过程，通过想象可能的未来，确定今天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有远见涉及到积极创造和塑造我们想要的未来，建立一个对理想结果的共同愿景，使变革得以发生。有远见只从长远的眼光汇聚许多不同的观点，激发想象力。这些问题如何互相关联？全球卫生治理如何能应对其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世卫组织的全球卫生展望职能有助于我们随时了解最新发展。在相关的研究、科学和技术领域，积极和系统的识别、预测和准备应对给全球卫生带来巨大希望的问题，并为战略规划、决策和防范提供有用的见解。世卫组织科学部门设立全球卫生展望职能，以协助会员国将未来思维纳入其卫生战略规划，将展望纳入世卫组织区域和国家办事处工作，有助于建立今天的卫生系统，以应对明天的挑战，通往更美好的未来道路始于今朝。